这个是护心肉的，这是杏鲍菇的牛肉，土豆牛肉，鸡蛋，这是豆腐，看着老下饭了，这豆腐，这个才是亮点，精髓。然而在范二刚一顿不撤的话，今天就吃一个石锅料理，咱们一块去尝一尝。到了，到了，嚯，这么多人，要是这种的豆腐鸡蛋必点，再来个肉的、牛肉吧。您受累给这吃一把，点了五个，一个一个米饭，每点一个送一个米饭，那就是五碗米饭。姐，我来个大窑。好，谢谢。啊，这是杏鲍菇的，这个是护心肉的牛肉，土豆牛肉，这个看着行，这个热乎乎的，这有点意思。这个必须先来块这护心肉啊，护心肉。哇，护心肉好烂，有点入口即化的感觉，香香红烧的口，吃到嘴里完全没有异味。啊，豆腐好，谢谢。豆腐看着老下饭了，这豆腐、鸡蛋这是好，谢谢。整个是无锅，再来块土豆，这土豆好面，这护心肉真的太好吃了。翻一下啊，这还挺忙的，说这个鸡蛋得翻一下，怕底下糊了。鸡蛋看着老下饭了，但是这护心肉我跟你讲，我是真爱。我感觉这一份不够，确实这个石锅量也不大呀。来块牛肉，这个消停了，这个这也没有刚才这么激烈了。这个牛肉也不赖啊，但是没及时吃，这底有点粘了，这得拿勺夸它，看了吗？我这刚吃第二口，我们一块的话把它吃完了。这个牛肉的香香味也很足，也都是正经肉，但是这个跟这个护心肉一比，我刚爱吃这护心肉，吃口素的，这是杏鲍菇。杏鲍菇的口感咯吱咯吱脆啊，这杏鲍菇也老好吃了。刚才米饭吃完了，又弄了一碗，这个真的他妈好下饭。这个豆腐还没有冷静，我先来口鸡蛋吃吧。这口都是鸡蛋黄，这上来是半生的，然后拿余温把它都给弄熟了。由于是拿石锅做的，所以它这个不怕放，没吃一口底下都还是烫的。啊，这个鸡蛋有点酸辣酱那个味儿。最后就是这豆腐和这米饭，应该也不难吃。鸡蛋的15，豆腐的15，护心肉38，牛肉48。按这个菜量大小来讲的话，不算便宜，但是它用的材料跟口感、味道什么的都不错。看这鸡蛋，看这皮儿，夸夸底下这个还老香了，这个才是亮点，精髓。这个护心肉必须返场，等于咱俩要了6个菜，6碗米饭。您再给我盛半碗吧，半碗我感觉有点堵。今日消费180元，这一碗是满满登登啊！最后把这个小麻花都泡里，它的醋绝对不是本地醋，绝对酸。然而呢，范二刚一顿不撤的话，今天去吃一个山西的牛肉丸子面，咱们一块去尝一尝。到了，到了，大碗、中碗、小碗，你要这个大碗双肉双丸，加个豆皮，加个麻花，加个油菜，行啊，来中了，来中了，来份凉菜吧，主要是给我来点果仁一会儿，吃这个也讲究吃蒜上，收嘞，小菜。这就是加的那个麻花，我想单嚼一口。这是泡着汤喝，对吧？吃口凉菜。要香菜，再来点香菜。好嘞，谢谢。这是你那特辣，你是山西人吗？红彤，上面飘的是丸子，飘的是辣。嚯，大碗面不少啊。丸子，我这绿色再烫一烫。面筋卖那玩意儿的少，本来你们那边吃这个面不加菜是吧？很少加。活了，兄弟，香菜自己来，再来点。哎呦，这一碗是满满登登啊！我这碗看着比你那丰富啊！我们一块儿那是特辣，确实比我这红。来块这丸子吧。哎，丸子应该也是摊面是吧？吃到那个心里面，挺有嚼头，打上那牛肉味儿也吃得出来啊。来口面条，还挺香。来一口豆皮儿。有股那种牛肉的香味儿，这面条口感上觉得还可以。来口绿色，这菜吸完这个油，吃着也挺香。这口是带肉带面，这吃几口还有点上瘾。这个
哎，中辣不辣，就感觉跟胃辣一样，而且也是不走嗓子。这一大碗22，要说挺实惠的。可能因为这个辣的原因，我都忘了吃蒜了。过两天找个时间，咱来山西，咱尝尝山西本地的。它这个汤绝对是口清的那种，绝对是那种咸淡味不重，喝起来挺香的那种。最后剩了点汤，还来点醋，倒了一点就倍儿酸，咱也不知道是哪儿的醋。最后把这个小麻花都泡里，有点微面的那种，还不失这个脆劲儿。酸酸辣辣，别说绝对酸，绝对酸，我就倒了这么一点儿啊，味儿明显。哎呦，这个量太大了，这一碗面给的就不少，还有那么个大麻花，它的醋绝对不是本地醋，绝对酸。今日消费66，烧饼加肉，烧饼加火腿，酸辣的，咸淡，酸辣的。好，谢谢您。谢谢您，再来点饼，我不吃了，我有这么能吃吗？这是在方二岗一顿不吃的话，好久没有吃早点了，上一次还是在武汉，今天必须过过瘾。到了到了，烧饼加肉，烧饼加火腿，一样一个，一样一个吧。你吃吗？您这一个里面再给我加个鸡蛋，土豆丝儿，煎鸡蛋吗？土豆丝儿能加吗？还土豆丝儿您锅底里这吃吗？对，咱是吃，咱是。辣的还是咸淡的？酸辣的，咸淡，酸辣的。这样行吗？行，再来一个，你吃吗？再来一个烧饼火腿，也要鸡蛋，也要鸡蛋。再来两碗云吞。两碗云吞，对对对，算账了啊！算账算账，再来点咸菜。咸菜不要钱。哦，咸菜不要钱。好，拿手。好，谢谢您。您再给我端点香菜，谢谢您。胡椒粉在这加上。哎，好，谢谢您。齐活。云吞，我先和了和了啊，来个果儿。哇，这云吞馅儿够有味儿的啊，好吃的意思啊。这口热汤喝起好爽，小来的牛肉的，这烧饼拿在手里，这手感不错，手感不错，手感不错。嗯，口感也不错，烧饼一点也不硬。里面这牛肉的口感也行，酱牛肉不错。土豆丝儿，酸辣土豆丝儿，这就跟咱家炒酸辣土豆丝儿一个味儿，就是口有点重，重就摇烧饼。再下俩这个云吞果，太香了。第二套烧饼火腿加鸡蛋，哎，烧饼真挺好的，就是那种好咬好嚼又好咽的那种。再来个小咸菜，哇，再来点饼，我不吃了，我有这么能吃吗？这个土豆丝除了咸一点毛病没有。最后一口，这两口烧饼一碗云吞正经不少啊。啊，这顿吃完中午又不用吃了，今日消费45元。